一块多一瓶，一块多一瓶。这款蓝莓叶黄素植软汤呢，今天呢老季就卖一块多一瓶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啊，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。同行呢，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谁是18.9啊买的十瓶这个蓝莓叶黄素植软汤？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啊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季这个链接啊，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18.9啊，给咱发10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5.9啊，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植软汤。咱家这款蓝莓叶黄素植软汤呢，是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大厂家，并且呢是 PCIC 太平洋保险承保的，咱吃着更放心。好多哥姐姐一直私信老弟啊，就说咱家这款蓝莓叶黄素植软汤呢，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？其实啊，它这个是不挑人群的，就是像咱平常眼干、眼涩、眼疲劳，经常 iPad 手机不离手的，经常在强光底下工作，在电脑底下工作的朋友啊，咱都可以去试它。像小鹏呢，经常玩 iPad， 经常玩手机，经常打游戏，经常照台灯写作业的，像咱家里的老年人呢，经常刷短视频，经常看电视剧的啊，咱都可以备上一瓶蓝莓叶黄素植软汤。大人呢，咱一天吃两次啊，一次13粒就可以。像家里的小朋友啊，咱一天吃两次，一次13粒就可以。看一下啊，都是这种独立小包装的。QQ 弹弹，QQ 弹弹，它这个味道啊，就是酸酸甜甜，特别好吃啊，就像吃了一个小糖果似的，蓝莓口味的。并且呢，咱家这款软糖呢，真实的添加了叶黄素酯啊。叶黄素酯呢，咱大家都知道啊，它是眼睛的一个保护伞，通常呢是需要外界去获取的。而且呢，还特别添加了 DHA 藻油和胡萝卜素啊，真的对咱们啊特别的好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啊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厂家直接18.9啊给咱发10瓶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3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5.9啊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酯软糖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这个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，如果是15.9啊给咱发10瓶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